位菩萨，也大家人呢入经藏啊，迄种分秒无差，实在是让我真赞叹呐！看恁伫咧入经藏，啊，拢有读读书会过啊，内面的内容拢了解啦。无量义经也清楚啊，搁在呢，安尼入经藏来，大家人内心的虔诚已经看到啦，道理入心啊，嘛已经呢，师父体会到啦，所以我讲。这是真正虔诚的发挥啊！到底呢，大家人是安怎练呐、啊？会当练到讲哦，安尼前场都遐尼只好者吼、哦，我们才知影讲吼，平时啦，大家人呢用读书会的时间来练，安尼就对啦。平时啊，咱。平时的每一个地区连大共修的时，才来好，这安尼就对啊。师父真赞叹，一直感觉讲哦，平时伫社区里，我那有伫咧用功，唔是干那讲修福，其实大家人嘛伫咧修智慧啊，咱伫咧读书啊，听师父讲经啊。讲经听了后呢，搁再复习啊，这就是伫咧修智慧嘛，增加咱佛法的相信，增长咱的慧命，这叫做读经世注吼，咱就是教法入腹来。人讲哦，读书读个真入腹哦，就是读入咱的心里来呀、啊。这是真正对着咱生生世世甲佛有缘，就是法爱入心，因为法是佛说、佛讲的法，师父现在咧讲的呢，嘛是同款如是我闻，就是佛安尼讲的。话啦，啊，咱如是听，听都爱听入心来，咱安尼生生世世，生命呢，大家人拢是一己的生命，要长要短，咱拢唔知，啥物时阵要安怎，拢唔知呀，但是。咱的生命要扩大，要深度化，要深度呢，就是爱文化；要扩大呢，就是造福人群，入人群中去。这呢是扩大，那深度呢，就是爱惠民，惠民增长吼。这就是深度化啊，入人群的是。扩大化，这就是咱福扩大就是造福，那深度呢就是增慧，增加咱的智慧吼。所以期待大家人爱真用心，人生苦短呐、啊，到底有偌侪时间呢？好，好咱用呢？希望咱爱用心吼，那过去师父家己伫咧揣时早较早呢，啊，迄当阵并无悔婚呐，啊，伊就是搬山过岭啊，求师父甲阮皈依啦，啊，但是你若要皈依呢，你爱替师父呢做这项的代志，就是爱伫恁当地。爱好好的甲组织一精神，政治爱压伫恁的当地，安尼，
师父都甲恁皈依，这是上早期的吼。啊，皈依摕到普化呢，伊就是威王呐。这是真单纯，即嘛嘛是同款真单纯啊。唔过即嘛呢，就是咱的功能真多，咱爱适应社会嘛。因为咱即嘛人愈多，社会的代志需要的愈多，所以呢，咱都需要上课。上重要的人这么多呢，咱当然要净化人心。啊，咱要培训呐，甲见识，见识就是要互伊知影讲，你若机会入来呢，来，你先来了解自己，伫咧做虾米代志，来看卖咧，见识吼，来见识了后呢，感觉讲你有法度，有时间好配合。做这些代志，为人群无所求，爱付出，这种的代志，你愿意做吗？愿意，好，你就来培训。培训呢，都要修安呢、安呢、安呢、安呢的规矩，你修会掉无？唔止修会掉无，可是爱改过啦。啊，改到呢，你的品性、品格。真正是真定掉啦，很令人肯定啦。迄个时阵呢，就会当培训啦。各位，素证呢，无分有钱也无钱，哪怕呢是咱伫咧帮助的人，伊有这念心，咱嘛无要当伊的神经哦，伊是愿可以。受证，亲像伊进出感觉六处，从感觉人吼，啊，这几啊年前啊去甲伊互动，从感觉了后出来，啊，咱阁一直甲伊带，带干呢？安怎互伊见识？阁再一直甲带，带到安怎样呢？伊已经呢，迄个心拢稳定啦，互伊培训，因为伊拢总改，而且。继续呢，逐天就是向爸母，逐天请安，逐天甲爸母奉茶，起码行孝行善呢，啊，真努力伫咧付出。本来伊个囝，就是看到老爸就是很讨厌，现在跟爸爸呢，还是呢跟得很紧啊，所以讲起来，这就是。咱一旦该修正，有够资格就是品格，安尼恁听有无？啊，好无量其实呢，嘛无需要该含糊啦。但是爱看伊的心，真真正正资质委婉，你那是有心有迄个诚意。要入住这是诚正信信，诚是放伫第一字，吼、哦、诚。你要入来住这呢，唔是人甲你勉强的，是你家己呢主动自发，愿意入人间菩萨群，为人群付出，这是你的诚意。所以诚是。重要的啊，那有诚意啦，自然呢，自在藏在伊的心里。看到人啊，自在的本分本来就是爱净化人心嘛。上重要就是爱净化人心。实际人人人呐、啊，所注重的呢，是真诚、真实、真正、真实，让人会信任你的人。这呢，咱才是真正有资格入来组织内底，和师父修正。修正呢，是一个真神圣的代志，是等于呢是人间菩萨。所以咱师父安尼甲恁讲，恁就会当去知影讲吼，
服务量，服务量，这就是要造福人群嘛。人间若加一位主祭的会员，咱呢主祭人呢，介如有接触呢，咱就会当，伊就会当受咱影响，就会当知影讲哦，好事一定爱做，家庭一定呢爱和睦，安尼社会才会祥和啊。那期待大家人要互人来见识啦，那要培训咱应该呢。教育就是一定诚正信实，咱才有法度呢，真正的慈悲喜舍，真正的付出。